执行法官口中所说的王家，就是之前曾与执行法官沟通过的酒店经理。但是不论当初执行法官怎么问，王家都拒绝说出这五处房屋到底是谁租给他们酒店的。为什么酒店方要极力隐瞒呢？这五处房屋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？行动记者跟随执行法官来到了公寓的23楼，也就是那五处房屋的所在楼层。有房子吗？你可以。谁来的？这边是20，2320。但是这几个房子都没连着，是不？2120和21是连着的，但是它是在那边有墙嘛，实质上是连着的。这个房子是被谁租出去的？我们得了解这个事情，因为从我们到房产局查房的正式手续开始，这个房子就在我们法院控制之下了。但是现在有人把这个房子呢，已经给偷偷的租出去了。就是把法院查房的物品是不允许随便动的呀，但是有人把这房子租出去，那我们得知道调查这个事，调查清楚是谁把这个房子给租出去的。